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科注》第165页，165页。 我们从第二行第二句看起啊，前面的比喻是以金做器，器器皆金。若看破诸金器，他像瓶碗穿环等虚妄差别之相，即见诸器中平等真实之金。这个比喻，古大德用的非常多啊，在许多经论当中都能够看到。 这是比喻，立一切法虚妄之相，就见到实相了。立一切，立虚妄差别之相呢？故云无相。 这个意思，我们一直到现在才懂。以前学这个经呢，看到这些句子，囫囵吞枣。真正是没搞清楚啊。 我们把这一句多念几遍啊！若看破诸金器，他像瓶碗穿环等虚妄差别之相，即见诸器中平等真实之金。这些。 比喻代表什么呢？代表我们今天所说的物质现象，乃至于精神现象，以及自然现象，这里头千差万别，无量无边。 这么多现象，这个现象从哪里来的呢？总有一个来源，这个来源呢，就是平等真实的相，那是什么？空相。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切虚妄之相，全是从一念不觉、高频率当中产生的。啊，我们在经典上也读过。 相思相续相，那个现象里头没有物质现象啊，所以今天科学家把这个谜底揭穿了。所有物质现象都是意念波动现象里头所产生的，不是真的。要说真的呢，物质根本不存在。它存在的时间只是一念，一念多长的时间？1600兆分之一秒。这个里头发现有物质现象，佛经上称它为极微色，又称之为极微之微。佛说这不能分了，这分就没有了。科学家把它分开了，真的没有了。发现它是念头波动现象产生出来的一个幻象。我们今天所看到一切物质现象，就是这个幻象累积，让我们产生一种不正确的观感，以为它有现象，其实它根本就不存在。明明在我们眼前，没错，就像我们看电影、看电视一样，画面上所看的像，明明在眼前，明明是幻想，明明不可得，明明是无所有。从这些地方我们细心去观察，不难知道这个像是真妄同时存在。那我们今天只认识妄，不知道真。利妄，放下这个妄的执着，你就见到性了。真性在哪里？真性就在相里头。金在哪里？金在它相瓶碗穿环里面，那就是金。你只要不执这个相，你就见到金。你执着这个相，没有金，这个地方只有它，只有相，只有瓶，只有碗，只有串，只有还，没有尽，这就叫着相就不见性，立相就见到性。性相永远不离开的，虚妄相里头它性是真的，这个相就是净宗所说的常寂光。常寂光我们六根都接触不到，理相就接触到了。理一切相，即一切法。理一切相是理虚幻之相，即一切法是一切法的真相。原来真相是自性，原来全是自性变现出来。所以说用这个比喻，立一切法虚妄之相，你就见到实相了。立一切虚妄差别相，故云无相。物质现象没有了，精神现象跟自然现象都没有物质现象在一起。我们认为有无是有物质。没有物质，我们就称它无相了。于虚妄差别诸相之中，有真实平等的本体，所以叫无不相。无不相就是它有个真实平等的本体。所以你也不能说它无相，因为它能现象。当相立相，相而无相，耐心实相，后头这三句话重要。我们怎样才能见性？必须要学会就在相中见性，就在有相里头见无相，你对于这个幻相就不会执着了。你不会在这些现象里头起分别、起执着、起心动念，不会了。因为你知道它根本不存在。所以一定要相而无相，不是把这个相毁掉，你去见到无相，不是的，毁不掉的。一定要就在相里头见无相。这个地方当相离相，离是不执着，不分别，不起心，不动念，这都是离。不起心不动念是彻底离掉了，那就是佛知佛见。还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阿罗汉、辟支佛。所以阿罗汉、辟支佛见到真相的少分，没有完全见到；菩萨见多分，如来才彻底见到。下面一段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但实相立言说，实相说不出来的，言语道断，心行出灭。不但说不出来，你不能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就错了，就着相了，就不是立相了。所以说不出来。南有怀让法师也是老师考试他见性。老师说道一句来，就是你说一句我听听。怀让大师就说了这么一句：“设思一无即不中。”就说不出来。这一句话就通过了。他明心见性，故是非任何世间，譬喻所能生明。说不出，也不能想象。所以于上于中，前面讲的比喻，依经作气，气气皆经。若误认为实有一具体之经相可得，则认在相中，而非无相之实相。这比喻难这个比喻里头这些东西精细通通都不执着，你看到黄金了，真看到了。现在我们这一项都不执着，那有没有什么黄金给你看到了？没有，没有什么，没有，是个空相。但是空它不是真空，它空能生有，啊，所以佛在那补充一句“无相无不相”，让你不要误会空性，这真的是空的。啊，空怎么会生有呢？啊，生有是自性，自性因为没有三种现象，说它做空，但是它又能现三种现象，它又不是真正的空。真正空不能现象的，啊，但它能现象，所以没有东西能够比喻，说不出，也不能想，啊，你这一起心动念错了，着相了，言说着得更厉害了，啊，所以佛才说，这个东西是言语道断，言语这个路不通，说不出来，而且心行出灭，你去想不能想，越想也着相了，错了，啊，你也想不到，那就是把言语念头通通放下，你就见到了。啊，心先出灭，真的就见到了。啊，才见到真相呢。故云：凡有言说，皆无是义。你说这多难？只要是有言说，都不是，都是假的。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皆无是义。这个你一定要懂啊！无实义里面，它显著实义在里头，这是佛法的妙处啊！你要从佛的言说当中，把言说丢掉，见到实义了。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教给我们，听经。不要执着言说相，看经不要执着文字相，啊，不要执着名词术语的相，那假设的；不要执着心缘相，心缘是什么？哎，我看它是什么意思？错了，它没有意思，你怎么会看出意思出来？啊，没有意思。能生无量义。讲经说法要不要准备？不能不准备，但是也不能靠准备。准备是自受用，演说是他受用。啊，面对面自然就说出来了，不是准备。啊，一定是先由自受用，而后才由他受用，这一定的道理。你自己没有误入，你怎么会说得出来？啊，所以自己准备读诵受持，我讲的是自受用。自受用里头要注意到，不执着文字相。不执着名字相，不执着心愿相，啊，自然有无处。啊，为人演说的时候，众生即感应，他的感自然有应，啊，说者自然有应，感应道交，双方都不执着，能帮助别人开悟。他听了为什么开悟不了？他执着言说相，执着名字相，执着心缘相，所以他所得到的知识不是智慧。底下这一段，缘觉又圆觉经云，诸幻尽灭，觉心不动。这个觉心就是真心，这个觉心就是前面所说的自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它是不动的，它能够见到实相它能够见到法身，因为觉心不动如果动了，起个念头就动了起心动念就动了，一动那个一动就是无明，就把你的本觉障碍了，你就变成不觉了那么真相就不见了，你见的是妄想，妄想是阿赖耶的三细相，不是实相圆觉经这两句话说得非常好，诸幻尽灭，觉心不动，幻灭灭故，非幻不灭，故云不用求真，唯须悉见真就是真如自性，要不要求？不能求。你有求的心，你永远求不到那要怎么办呢？唯须悉见，你把你的念头洗掉就对了，这个见是念头念老《圆觉经》里面应用的多幻灭灭故，非幻不灭，非幻就是心自性不灭，这是譬如魔镜，古时候的镜子是铜做的铜镜要磨干净了它就能照现在镜子是用玻璃做的了，比从前进步很多所以铜镜要常常磨，上面脏的东西磨净了，镜子就可以用了，可以照人了。经中所云幻灭后的觉心与垢净后的明显，均指断妄所显平等一味的实相。魔镜实在不是磨镜子，是磨口。净心本明，非从外得这个铜镜本来就像一面镜子一样，能够照见人照见外面境界它不是从外得的，是因为有障碍，有脏东西在上面呢，障碍它不能照见了，你把它脏的东西磨掉，恢复它的明亮，它又能照东西了所以理妄即真，我们自信里头本有的般若智慧，这是真的自性本有般若智慧。那现在智慧没有了，我们有三种染污。第一个是起心动念，叫无明。也就是古大德也常讲的“一念不觉，而有无明”。一念不觉就动了，觉心不动，不觉就动了，就起了波动现象。那这个波动一个接一个，它永远不停止，而且越迷越深。起心动念是小波浪，分别波浪大了一点了，执着就更大一点了。所以对于事实真相完全蒙蔽了。魔镜就比喻猎狗，用这个魔字意思也很深，我们要经得起磨练，在磨练当中不动心，不起心，不动念，你就真正得受用了。在一切境界里头，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把你磨得平平的。你在所有境界里头都不起心不动念，为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在里面起心动念，你自己吃亏呀。因为所有一切境界相是假的，不是真的。那么你接触的这境界，称心的就生贪念，不称心的就生嗔恚。称心的想占有，不满意的想离开，这就造业了。这个业造得很虚，很冤枉啊！为什么它不是真的？真的你造业可以，不是真的，全是假的。就跟什么？就跟看电视、看电影一样。表演的情节你喜欢，你看得很开心，表演那个情节惹得你生烦恼，你一肚子不高兴。你不知道那个电影是假的。你怎么会被他勾引？就是你着相了。你不着相就没事。这一着相引起什么呢？引起十法界，引起六道三途。这个东西嘛，通通都没有啊。跟你说没有三途啊，没有六道啊，也没有十法界。这些东西就做梦一样啊，梦中的境界。永嘉正道课上讲得好，梦里明明有六趣，六道轮回是一场梦啊，觉后空空无大千。你真的醒过来了，觉悟了，全没有了，你找也找不到了。这个话讲得完全正确。啊，所以真本来有，你求真就是个妄念，你正真那更深的妄念啊！只要邪见就是邪妄，你把这妄统统熄掉了，真自然就现前了啊！所以说，不用求真为虚邪妄，众生之间皆是妄见啊，众生之想全是妄想。这话真一点不假，就是我的看法妄见，我的想法妄想啊，为什么佛没有见解？没有说我的见解，我的看法佛没有，我的想法佛没有，佛没有什么看法想法，如如不动啊，这是真智慧现前，定慧啊，定慧就是佛啊，你向他请教，你提出问题，他从定慧当中流露智慧来回答你，叫感应道交啊，众生有感，众生有见有识，佛菩萨无见无识，用信德来应你啊，来帮助你解决问题，来修正你的错误啊，是真正的佛知见也啊，佛知无知，佛见无见，无见无不见，无知无不知，叫妙啊！啊，下面这一段讲的详细。又要解云：吾人现前一念心性，心性就是自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这个不在中间就不是空间啊，非过去，非现在，非未来，它不是时间。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自信，你不能去找，但一念心性在哪里？它无处不在，它无时不在，它没有空间，它没有时间，在哪里？就在当下啊，非青黄赤白，这不是有颜色的，它没有颜色，没有色彩，不是长短方圆，它没有形象啊，非色非味，非色非香，你鼻闻不到它，非味你舌尝不到它，非触你身体接不到它，非法你的第六意识缘不到它，它什么都不是，密智了不可得为什么？你密智是以心求心，错了，头上安头，不可言其无啊。啊，虽然它了不可得，它能现象，你看，具造百界嵌入，这就是还原观上，从一体起而用啊，它能现全宇宙，你不能说它有，全宇宙都是妄想。所以，《般若经》上讲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没有说《十宝庄严图》例外，没有讲，那就说明《十宝庄严图》也是虚妄的。啊，这一桩事情，我们到现在总算把它搞清楚、搞明白了，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极乐世界有没有？有。可不可以留念？不可以。因为它也不是真的，它不是永恒的。啊，因为你证到妙觉果位，极乐世界就不见了。啊，它也是梦中境界。啊，梦里明明有，一觉悟之后它就没有了。啊，觉悟你到哪里去？你回常寂光了，它就没有了。这是事实真相啊！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了。啊，学佛最后的目标是回归常寂光，真的究竟果觉。啊，回归常寂光呢，回归到哪里去了？回归到变化界、虚空界。啊，那个叫法身呐。无量无边呐、无相无不相啊！常乐我净，这四德圆满具足。啊，真正不可思议！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那么下面说，立一切缘律，分别语言文字相。啊，缘律是你没办法想象的，你想全错了。你用言语说也错了，你用文字写也错了。二缘律分别，言语文字相，非立此别有自性。啊，这些东西，缘律，缘是第60，律是第70，啊，分别是前50。语言文字这些东西，自信就是真心啊，就是自己的真心本性。这有个小注：如上比喻，注气皆不离经，这些东西也不离自信，全是自信变现出来。要知离一切相，即一切法，这两句话重要。啊，利益其相就是不起心不动念。 啊，只要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即一切法本来就是自性，啊，就是自己。我们前面所说的，哎，现前一念心性，一切法都是一念心性所变现出来。 佛法也是，世间法也是。世间法跟佛法不二啊，迷的时候有二有三呐、啊，悟的时候不二啊。离故无相，即故 无不相，无相无不相，你都见到了。你要是离，统统放下，就见到无相。你觉得这一切就是的，你就见到无不相。不得已强名实相，实相两个字也是假设的，也不是真的有个实相。 哦，你要认为这些差别相之外还真有个实相，你找去，你永远找不到。为什么呢？原来差别相就是实相，无相是实相，无不相也是实相。所以实相无相，实相无不相。啊，多念几句，反复念几句，慢慢你就明白了。 啊，问题全部在外头，都在自己起心动念、分别之处。只要你有这个东西，你就永远搅不清。你要把这个东西放下，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就在当下。得受用啊！ 啊，可见实相乃无人当前一念心性之强名。这个名字勉强用的，不是真的，它没有名字相。名字相全部都是勉强建立的，为了教学方便建立的。 你不执着，你就真的；你要执着，就麻烦了，死在冥想之下。啊，所以为什么马明菩萨教我们不要执着名字相？啊，不可以执着心缘相，自己以为怎样怎样，全是你自己的妄想，你的妄念。 不是事实真相。无人一念心之性，这个心是本体，是一切万法的离体。啊，强名为自性，勉强取个名字叫自性。啊，你千万不要执着这个真的有个自性。 啊，你要执着呢，那就错了。啊，所以利益其相即一切法。啊，这一句话重要。可见呢，啊，实相乃无人当前一念心性的强名，无人一念心性之性。 之性啊，强名为自性，二足密心不可得，即是安心净的，但不可言其无。大魔祖师到中国来，传承禅宗，在少林寺面壁9年，才出现一个慧可。慧可很难得了，求老师傅指点。老师傅在打坐，外面在下雪，他站在门口。站了多久呢？那个雪下到膝盖了。总有1尺多深了，那下了很久了，他还站在那。老和尚还是闭着眼睛。老和尚很清楚老和尚大魔祖师如如不动。慧可就是表示他的诚心。那个时候出家人身上都带一把刀戒刀衣服上这个带子就是挂刀拴刀的，把刀戒下来，把自己的手是胳膊之内砍断，拿着这个左手供养老和尚。老和尚这个时候不能不睁眼睛了，他说：“你这是为什么？”慧可说：“我求大师安心，我心不安，求大师安心。”大魔祖师沉醉着手，现在很多大魔祖师的像都造在这个像上，这就是你把心拿来，我替你安。心拿来我替你安呢。慧可法师回答，他想了半天，我密心了不可得，我找不到我的心呢。大魔祖师：“与汝安心静，我把你心安好了。”他在这一句话里头开悟了。这衣钵就传给他，禅宗第2祖。真诚到极处一句话把问题解决了，他就舍妄正真。所以二祖密心不可得，那就是安心静了，但不可言其无。你说他有不行，找不到他；你说他无，你也找不到他；你说他非有非无，你也找不到他。后头有立思居绝百非，只要你起心动念，你找不到他；不起心不动念，他就在现前。这是大乘最高的佛法了。这是大乘究竟的境界。在哪里？就在当下，就在眼前。问题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放下起心动念分别之处。所以成年累劫，浪费多少时间找不到。六祖云：“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也不知为有是能生万法，你不能执着它有啊，好比我们今天电视频道一打开，你看里面五花八门，样样现象出来了，不能说它有啊。我们今天看这个花花世界，你不要当它是有啊，当它是什么？这是荧幕现出来的啊，电视荧幕、电影屏幕是出来的，它根本就不是真的。 啊，不是真的，你心就清净了，你心就不生烦恼了，你就得大自在了，那就叫成佛了。你认为它有，错了，你是凡夫；你认为它无，你也错了，你也是凡夫，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啊，你要知道有这么回事情，通通不执着。啊，有也是，无也是。啊，通通都是。你就真的见性了，你真的实相了。啊，所以六祖这一句话说得好：自信能生万法。 不能只为有啊！你认为一切万法真有，错了。盖立四句，绝白非也，非思量分别之所能解。啊，思量是第七识，恒生思量；第六意识是分别。 啊，我们第七识、第六识都达不到。啊，世间知识，第六识、第七识管用。自性里的本具的智慧，那这个是障碍。啊，决定不能开悟，决定不能解心。 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四句白非，这是佛门很普通的术语啊。我们参考资料就都有，诸位自己去看啊。灵明洞彻，湛极长恒啊，这是形容心得。 自信的起用啊！啊，灵真的是灵还原观上告诉我们，三种周遍。第一种，周遍法界。 念头才动，就周遍法界，这灵呐、啊！啊，灵，它就明，明是明显，一丝毫都没有障碍。 啊，像日月一样普照大地呀！啊，洞彻啊，这是说彻底了。对于变法界、虚空界，你洞彻，你全部都了解了。啊，洞什么？极其微细。 你都见到了啊！这是心得，无所不知，无所不见呢、啊。这不是神话，这是自信的本能，人人都有。啊，佛法里讲得好，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自性，它平等的。啊，佛没有说我比你高一点，佛没讲这个话。 啊，佛给我们大家讲都是平等的，我有你也有，啊，不是我有你没有，不是的。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圆满的相好，一切众生自性里头，个个具足。 啊，佛法叫真平等呐、啊！啊，虽然灵明洞彻，这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可是怎么样？他又瞻极常恒，瞻极是定。 灵明洞彻是慧啊，慧从哪里来的？慧从瞻极常恒来的。这定呢，慧从定中发现的。定慧是一，不是二。定慧可以互为体用啊，慧是体，定就是用；定是体，慧就是用。 湛然，像水一样，干干净净，一丝毫污染都没有，即是不动，啊，没有波浪，啊，长恒，永远是这个样子的，啊，所以一念不觉叫它动了，动了叫无明，什么无明呢？灵明洞彻没有了。 一动，它就没有了。啊，故名历历了，这也是形容。啊，只有自性，里面般若是光明遍照。啊，遍照法界。啊，法界是从自性里头变现出来的。 啊，三种周遍，第一种就是才动，就周遍法界。啊，第二呢，出生无尽。啊，周遍法界，出生无尽，出生什么？出生十法界一真庄严，出生一切诸佛刹土。 啊，无量无边的，无数无尽的，啊，就真像万花筒一样。啊，第三句，含容空有，我们要学，我们才有条件来学佛法。如果没有这一句，我们对于大乘佛法。 这是向往，这一生不得其门而入。为什么你不具备进门的条件？啊，大乘进门的条件是含容空有。这一句话是我们中国老人所讲的“量大佛大”，你量大才能入门，你量小入不了门。 啊，含空，空是虚空，就是心包太虚。啊，容是容纳，容纳万有。啊，心包太虚，量周杀界，跟这个意思完全相同。啊，你心量多大，能够容纳遍虚空，我能够包容全宇宙。 这就对了，啊，这是沽名历列了，秉和虚空，啊，秉是光明很盛的意思，啊，这两个字连起来，就是我们常讲的大光明，遍照虚空啊，这对形容。 心量啊，灵光毒药啊，窘脱根尘，这是自心其用啊。根是六根，尘是六尘，六根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外面对的呢？ 是色身香味触法脱离开了，把这个放下了。迥是远远的、深远的意思，远远的摆脱掉根尘了。啊，这个东西，这个障碍，这是啰嗦。 啊，把这些东西洗刷干净了，摆脱掉了，剩下来的灵光都要，啊，就是光明遍照，啊，这是自信智慧光明。故莲池大师赞曰：“啊，莲池大师对这个自信的赞叹。” 说大哉真谛啊！这个大哉是赞叹，没有任何言语文字能够赞叹的，只用个大哉，就是伟大伟大的意思啊！没有言辞再赞叹啊！不可得而思议者啊！言语道断，心性出灭。 无法想象，无法言说，其为自性语。这什么东西？只有自性啊！当然，自性是我们自己的自性啊，也是一切众生的自性啊，也是整个宇宙的自性，一切万物的自性，跟我是同一个自性。 啊，这些话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把它总而言之一句话，这是大乘佛法的伦理观。啊，伦理是讲关系，大乘佛法讲的关系，遍法界虚空界，上面是诸佛如来。 下面是阿鼻地狱众生，还包括着这些动物、植物、山河大地啊，时间、空间，跟我什么关系？一体，一体。我们信德里头流出的第一德是什么？就是大慈大悲。 我们中国老祖宗所说的“亲爱”，这个德自然流出来，自然能够真正去亲爱一切众生。啊，你不会讨厌这个，讨厌那个，喜欢这个，喜欢的，没有清净的慈悲，平等的慈悲，无量的慈悲。 啊，对人对事对物，对待遍法界虚空界，叫一片慈悲，叫大慈大悲。我知道为什么一体啊？我们把整个宇宙比喻做一个身体，全身体这个汗毛都是自己，你能不爱惜它吗？你把它痛了啊！每一个细胞你都爱它。 啊，这个细胞出了毛病了，你赶快去帮它治疗。啊，平等的爱呀、无私的爱呀、就是没有分别执着的爱呀、啊，这是什么人呢？这是法身菩萨。啊，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就入这个境界了。 如果在这个境界里头还有自私自利，还有喜欢这个讨厌那个的假的，那是凡夫，跟我们一样出不了六道轮回的。啊，真出六道轮回不一样了，他知道整个宇宙跟我什么关系，啊，是自己一体，同一个自性。 啊，《华严经》就讲这个，贤首过思，望尽还原观这一篇论文非常精彩啊！啊，是讲《华严经》上讲的宇宙怎么来的，万物怎么来的，啊，我从哪里来的？ 给你讲的清清楚楚，自性变现的一个自性啊，它的本体就是自性清净圆明体。你看这个名词啊，自性，自性是清净。六祖慧能开悟了，第一句话是：何其自性本自清净，没染污。 啊，圆是圆满，智慧圆满，德能圆满，相好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就是畜生无尽，这大圆满。啊，明是光明，就是智慧照耀。啊，遍法界、虚空界，没有一样你不知道的。啊，后头提。 体是万物依它而生，依它而现。整个宇宙，它是能生能现。宇宙是所生所现。你看讲得多清楚，多明白啊！我们怎么回头？怎么样去修正？啊，从哪里下手？ 贤首过思告诉我们四德下手，啊，四德是基础。你不从这下手，你回不了头来。四德第一个随缘妙用，啊，随缘恒顺众生，妙用是不着相，就是此地讲的。 啊，你能够利一切相，即一切法，这就是随缘。啊，并没有离开一切法，即一切法，但是呢，离一切相，不着相，这叫妙用啊！凡夫他随缘不妙啊，他着相啊。 啊，他没有办法把相放下了，啊，也就是说，他有执着，他有分别，他有妄想，啊，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叫离一切相，啊，利己同时，所以他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 啊，第二个，你是真菩萨，你要给一切众生做出最好的榜样，叫威仪有责。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别人的好样子。这是什么？这是佛弟子。佛是一切众生最好的样子。弟子学佛，也做一切众生最好的样子。这是什么？教化众生，头一个身教啊，身具足万德，万德万能，用这个身表现出来，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不能说空话了说空话叫缺德。为什么？你欺骗众生佛家不妄语，这条戒你破了，你没做到起心动念欺骗别人，不是佛弟子所以佛弟子要老老实实要做好榜样。个人是人的好榜样，团体是团体的好榜样，在家是所有家的好榜样在国是所有一切其他国家的好榜样，他都是带头做好样子给人看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柔和致知，这是待人接物用什么样的态度和颜悦色。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内里面真诚，外面柔和，菩萨了大乘教里头，在中国柔和致知，用弥勒菩萨做代表弥勒菩萨满面笑容，把他老人家摆在大门口，意思是什么呢？什么人可以进佛门来？笑眯眯的就可以进来这入门呢，入门要欢喜对待什么人都欢喜欢喜就能把别人的罪障化解了，没有怨恨，才能化解冲突带着怨恨，那个冲突是永远不能化解的真诚的爱心就能把问题解决解决争端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台湾有个故事，是吴凤说，对吧？你看吴凤两个族群斗争的时候，他们好像是祭神呢，要杀人。吴凤哥调解没办法，非杀人不杀。杀人祭这个神，神就不保佑他们。吴凤就告诉他，好，明天早晨，你们看到一个穿红衣服的，你们就把他杀掉。啊，明天早晨果然看到了，就是吴凤。杀了之后才知道，才看到是他。好了，从此以后不再杀人，祭神了。这个陋习就化解了，就解除了。 啊，这是什么？舍命去救这些人，劝这些人不要杀人。啊，牺牲自己生命呢，把这个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行为纠正过来。啊，所以乡村里这个技能庙、吴凤庙。 调解纠纷呢，要有他这样的精神呢，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啊，真诚比什么都可贵，真诚能感动人。 能让人悔过，能让人自省。啊，下面这一段，第五段，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摄像之旨啊，如上粗明。” 前面还是讲的简单啊，大致上讲清楚了。至于本经的题经，何得成为摄像也？啊，那么佛这部经根据什么道理讲的？根据事实真相，所以他不迷信了。 啊，下生其说，这下面详细再说明。世亲菩萨，世亲就是天亲。往生论云：庄严佛土功德成就，庄严佛功德成就，庄严菩萨功德成就。此三种成就啊，愿心庄严应之。 这个我们在往生论上学过的，没有学全文，我们学过29种庄严。啊，这是向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国土庄严，极乐世界庄严，功德成就的。啊，第二个呢，佛，极乐世界的老师阿弥陀佛。 啊，这也是庄严功德成就的。第三个菩萨，凡是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也是功德庄严成就。那么这三种成就，愿心，愿心是48愿，阿弥陀佛的48愿。啊，下面庄严是阿弥陀佛无界修行。 这是净说。如果要俱舍的话呢，阿弥陀佛无量劫来修行的功德，庄严他的愿心，成就极乐世界三种庄严，这个不得了啊，不可思议。 应之啊，六说入一法具故。啊，六说就是总而言之，用一句话来说，这一法具呢，就是清净具，什么叫清净句呢？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真实智慧是明心，无为法身呢是见性，就是明心见性。 啊，此底下是念老小注，此论是指王孙论，只显事理无碍的一真法界，即事而真，当相即道啊！啊，王孙论是天亲菩萨。 依照净土三经修学往生的心得报告，给我们后人做典范了。啊，他怎么修的？他怎么成就的？啊，他讲的太好了。 这一部论里头，直截了当显示出事理无碍的一真法界。啊，即事而真，当相即道。 这是讲极乐世界啊？为什么极乐世界全体是法性身，是法性土啊？身土都是法性，跟我们这个世界不一样啊！我们这个世界身土。 是阿赖耶的相分，啊，也就是三细相里面的境界相，啊，是通过意念呢变质了。 跟法性身、法性土不一样啊，法性不变。我们这个世界任何一个物质，啊，这三种现象：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自然现象，通通都属于波动现象成就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啊。离开波动现象，它全没有了。 不像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它不是波动现象，它跟波动没关系，它是自信心的流露出来。所以它那个地方一切法不生不灭，啊。 这个不生不灭，我们要了解。我们现在讲的生灭是念念生灭，叫刹那生灭。啊，我们的同学常常我们在一起学的，说念念生灭，你们知道，一般人不懂。啊，这个念念是。 弥勒菩萨所说：“啊，世尊问弥勒菩萨说：‘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这是经的原文。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凡夫动个念头，佛就问弥勒菩萨：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多少个细念？” 微细的念头，有多少个物质现象？相是物质现象。有多少个识？识就是受想行识，精神现象。佛这一句话里头问三个事情：念头有多少？相有多少？识有多少？是受想行识有多少？弥勒菩萨回答说：“一弹指。”一弹指时间很短的，有32亿百千年。百千是10万，32亿乘10万，我们把它算出来，320兆。就是我们动一个念头，里头有320兆，而且什么一弹指，就这么长的时间，有32亿兆个细念，念念有形。这是大富的相。大富释迦牟尼问有多少相？相就是物质现象，每一个念头都有物质现象，每一个物质现象都有受想行识。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天天念心经，五蕴皆空。五蕴是说什么？五蕴说这个微细的念头，就是32亿百千念里头的一念，那一念具足五蕴。色受想行识嘛，相就是色嘛，识就是受想行识，这才知道五蕴是讲的这个东西啊。心经上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那五蕴皆空就是物质现象跟精神现象统统是假的，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啊。所以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看般若经常对的就能对通了大般若经上所说的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就通对上了弥勒菩萨讲一弹指。现在我们的科学时间单位用秒，那一秒钟我们能弹几次？弹得很快。我相信年轻人有体力的弹得很快，至少可以弹5次。32亿百千年乘5次，再乘5就1600兆，就是一秒钟。一秒钟是1600兆个生灭。懂的它不是真的，是假的。这个就是大乘教上讲的生灭相，是指这个生灭。这个生灭就念念都在生灭。一个生灭是一个现象，第二个生灭又是一个现象，绝对没有两个生灭相是相同的。但是前后的生灭相有相似，不完全相同。这我们在大乘经上读到相似相续相，这才说出事实真相没有一样是真的。但是极乐世界怎么？极乐世界它也是一弹指32亿百千年，但是他那个念那个相呢，它是相似，它是不是相似的？它是真的是一样的，平等的。为什么？它没有波动现象。极乐世界没有波动现象，没有波动现象，所以它每一个相，它是相续相，真的是相续相。它不是相似相续，它是真正相续。所以极乐世界人寿命长，无量寿，但是相貌不变，不像我们这一年比一年老，他不老。他为什么不老呢？他不是生灭的，所以他就不老。花草树木也不老。山河大地也没有灾难。我们这边为什么有灾难？就是它是变动的。这个变动，整个宇宙的变动，谁在那里掌握的？念头，就是我们起心动念。如果我们起心动念善，我们的身体健康，不会有毛病，我们居住的环境不会有灾难。善念嘛。如果心的念头不善，行为不善，心的念头是贪嗔痴慢疑，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行为是搞杀盗淫妄，我们身体五脏六腑都会长病，对身心不健康。居住的环境就很多灾难，水灾呀、风灾呀、地震呐，这种统统都来了，所以身跟外面的环境全是自己业力所感，现在人不懂得道理，不了解真相，以为这是自然灾害，不是的，自然是最美好的。自然是最健康的，是我们把自然破坏了。自然是顺乎性的。中国古圣先贤教人都是顺性的。性德的核心就是孝。中国人讲孝顺父母，尊师重道，孝敬两个字是信德的核心中心点。我们老祖宗了不起，我们相信，至少也13000年之前，老祖宗就发现。用这个来教育后代，一直到前清，我们相信10000多年，叫什么？叫孝，叫敬。所有一切的德目都是从孝敬这个核心延伸出来的，所以孝敬是核心。人如果说不孝父母，不敬师长，就完了。古时候教书这个行业是非常清苦。从前认为你是干哪一行的？我是干夫子的，夫子就是教书的，就是当老师教学生的，多半都是穷秀才，读书考试不及格，当一辈子秀才。国家是给你一点钱，不多，仅能让你过普通的生活，清寒的生活，他的贡献太大了，是要把下一代教好。下一代人有没有出息，靠这些人。所以虽然很清贫，但是他对社会大众有贡献，社会大众对他非常尊敬，这是他得到的安慰。那第二个就是医生，医生是救人生命的，秀才是救人慧命的。古时候医生给人治病不讲钱的，病人来了赶紧治病要紧，病治好了之后随意，你家里有钱多给一点，没有钱少给一点，再没有钱医药费都是医生送的，所以医得了他是救人的。所以无论在什么场合，这两种人普遍受到大众尊敬。现在都编制了，老师教书要开补习班，为什么呢？好东西讲教室里头不教，你要学吗？要学到补习班里来，补习班交学费，我再教给你。都变成买卖了，商业化了，现在各行各业全部都经商了，全部都商业化了。这问题就严重了，所以德呢，德没有了。问题全都出来了。那么极乐世界种种依真庄严，夜夜皆是真实智慧无为发生。所以这我们在经上看到的，不但阿弥陀佛每一天讲经教学，花草树木也都在讲经教学。七宝池里头的八功德水，水流的声音在说法。极乐世界的鸟说法，没有一样不说法。六尘都说法。这就是夜夜皆是真实智慧无为发生。到极乐世界，你六根接触到的都能感受得到所以极乐世界学佛快，你想不听也不行，走到哪里听到都是说法的声音。你看到每个人都在那里精进不懈。所以一一皆是实相。极乐世界的人生到极乐世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致菩萨，这个了不起啊！十方世界没听说过。这个东西只有极乐世界一家有。阿惟越致菩萨就是我们此地所讲的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像慧能这一流的人，这就是全世界。我们往生到极乐世界，莲花一开，就是明心见性，就是见性成佛。这不是自己修的，阿弥陀佛加持的。这弥陀的恩德太大了，说不尽呐。有这个能力，在极乐世界就能够化身，同时化无量无边身。到哪里去呢？到十方诸佛刹土去，同时去啊，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啊，闻法是求慧呀、佛慧双修啊。就他一天修的佛慧，我们这个世界修一劫都比不上他。他有这个能力呀、那自己本身呢，在阿弥陀佛讲堂听经没有离开，你看本身没有离开讲堂，分身到十方，每一尊佛都拜到了，都供养到了，每一尊佛说法都听到了，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到哪里去找啊？所以我们今天把这部经搞清楚、搞明白了，我们可不能错过啊！我们这一生第一桩大事就是求生极乐世界，其他事情全是小事。要把这个摆在头等大事啊！我们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很快就成佛了，就毕业了。所以这是修行成佛的捷径，没有比这个更快的了。业业皆是实相，故云本经以实相为体。就把证据说出来了。明朝居安大寺院，群灵于照，直显于心源，受量光明，权彰于自信。群灵是宝树，玉照就是七宝池七宝池里头八功德水这个都是依报庄严，它从哪呢？自性变现的，它不是阿赖耶变现的极乐世界我身体是自性变的，也不是阿赖耶的相分这些物质环境通通是心得自然的流露光明受量光明，这是珍宝到那个地方人人是无量寿是真的无量寿不是有量的无量是无量的无量，真正无量我们到极乐世界是有量的无量在极乐世界无始无明烦恼习气断尽了，那就是无量的无量。它这个有量无量跟无量无量是连接在一起的，当中没有分开的权彰于自性，彰是彰显。换一句话说，都是自性彰显出来的境界。优西大师《圆中钞》里面说：“夫群灵欲照，受量光明，故一切诸法之相穷尽于照一报现象，受量光明真报现象。这两句话就表西方极乐世界一切诸法之相，它就代表了。然则执显于心愿，权长于自性，故何相之可得也？既然是出之于自性，自性无相无不相，所以不能说它无，也不能说它有。这下面给我们解释的好何相之可得呢？所有一切相，无论正报异报，都不能知足。执着就错了。为什么不能执着？他不执着，是因为往生的人佛来接引你，你是莲花化身莲花从哪里来的？莲花的因是阿弥陀佛的本愿，是愿力做莲花的因，我们自己信愿持名做莲花的缘，莲花就长大了。我们真信真愿天天念阿弥陀佛，念得越多，花就越大，光彩就越好。等往生的时候，佛拿着这种花来接引你，花上有你的名字，不会错误的。你坐在这个莲花里头，这个花就合起来了。到极乐世界，花就开了，花开见佛，你的身体完全变了。我们这个阿赖耶识，带着阿赖耶识这个身体在莲花里头就开始变化，就产生变化。到达极乐世界，花一开，我们的身体是法性身就是常住不坏的身，不会变异的身虽然长寿无量寿，永远不衰不老不会生病法性身这个是所有一切修行法门里头成佛最稳当、最快速最究竟、最圆满的一个殊胜法门。我们遇到真不容易真正透彻了解的，没有不选择这个法门华严宗到最后十大愿望导归极乐都求生净土文殊普贤菩萨了，通通求生极乐世界天台大师智者大师往生净土的。所以天台历代的这些祖师念佛往生的太多太多了最近的地贤法师生净土的，在香港原籍的谭旭法师、定西法师，这都天台宗的，通通都念佛往生他们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没有任何怀疑了。啊，一向转念，他成功了。所以此正是无相不相，那个无字贯下来，无相无不相，相而无相，这正体。 这就是实相的意思。啊，下面是念老的话：“盖无人心性，量通法界。”这一句话要记住。 说到我们自己份上来了，我们自己的心性，量通法界，所以《还原观》上教给我们，要把心量拓开，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固然是赞佛的，实际上呢。 我们自己也如是这个我们才真正的受用啊！啊，我们不仅仅是念的是佛啊，我们自己跟佛没有两样啊！啊，佛是。 把三种障碍去掉了，放下了。我们现在是没放下。那现在我们要干的事情，就是要赶快放下。啊，放下就是灵敏动彻，湛极长恒，数穷三际，横遍十方。极乐国土，非在心外。百界迁入，皆我本具。啊，这话说得好。后面说：心净则佛土净，土净则我心净。何有一法在我心外？啊，本经所全。 全就是详细的解释，知显本性，全掌自性，当相即道，无非是相。啊，今天时间到了，这几句话了，我们底下一堂啊，要细细的。 来解释。